设计工作坊，我希望他能够带领学生关心社会，然后运用他们在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可以帮助在地的小农做出更好的产销。我们有挑选三个核心的价值，主角是学生，让他们能得到什么。那这个价值我们想提供的第一个就是让学生找到他本身自己的核心信念，找到我自己喜欢什么，那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要选择什么，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工作坊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价值。那第二个就是在我知道我想做什么的时候，往往一个人真的走不太远，很重要的是我要找到跟自己的信念类似，或者是大家互相可以去沟通或者是支援的一个团体，等于日语就叫 nakama， 就是伙伴。那第三个就是真正找到伙伴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还是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这种时候其实最快的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他们的 mentor， 就是辅导师。所以我们想给用通过这个工作坊带来的就是让同学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找到一起想做事情的伙伴，然后再找到能给他们辅导的这种 mentor 的大人，这是我们比较设计的上面注重的核心的一个价值。食べる通信リーグの江守敦久です。ただもう一つは学生たちにその今回は食べる通信を作るっていうシミュレーションのプログラムですけども、食べ物の、まあ、裏側を見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裏側や、その課題を見るって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もらってます。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を通して決して食べ物だけではなくて地域課題とか社会課題の裏側をちゃんと自分で見て、まあ、自分でどこをフォーカスするかを決めて、そのためにどういった解決方法があるのかを考えられる人になってほしい、なんか社会に対して主体的に生きる人になってほしいなって思って、